咱们来打个鳄鱼，这把又没空，哎，就这种没有控制的，我跟你们说，没有控制的这种阵容，就比较的烦。哎呀，好抠！哎呀，好抠！挡住小地图了，好的。什么一只老鳄鱼？咱先不用那个 E 啊。看住！想 A Q 我，那是不行的。这波如果我们再 A 一下，征服者触发，但没 A 出来，还是算了。我晕，锤跳上来，锤锤闪现锤，我们回血死不了，漂亮。鳄鱼还带着点烟，游戏结束。老鳄鱼再见，把他们也算上。没想到吧，先来个多蓝剑吧，再来把长剑，这样呢我们的这个血量也有了，虚区也有了。我刚点炎他都不一定能死。重锤 A E 跳回来 A 晕走，溜了溜了。这波是卡兵线，来，我们故意给他露出一个破定，这一波晕 A 跳，不要好兄弟啊，不要好兄弟，这波兵线我能卡得住，别好兄弟，严阵以待。吃一个，吃一个可以，毕竟人头不是他的，吃一个是可以。他还要再来一波，那也行吧。哎，好兄弟，他又插了一个眼儿。现在该我了。鳄鱼现在没有怒，我们可以跳上去随便跟他打。只要他回头我们就放 E， 他 E 我就 E， 下边他如果再上来我们再跳他脸。看看这波能不能把鳄鱼给换了，或者是把他杀了都可以。一二三跳呀，
他四级，我六级。重锤跳走，下波可以试试能不能杀了。哎呀，这不行啊！回血，这凯旋回这么慢吗？这凯旋。还行吧，把他们五百换上。五百五的话，这个样子吧，十字镐。点燃，点燃是点燃了，凯旋没回上来，你知道吧？就差零点一秒，可能回上来就死不了。刚才我们正好一回，把他一杀，药一磕。回上来了，活了。没想到居然是星石鳄鱼啊！不先出三项吗？不不不，不先出三项。一下，两下，重锤。一下，两下，晕。一下，两下，重锤。好晕，跳下来锤锤哟。这鳄鱼好像是反应有点慢，我一看闪的可挺慢的。卧龙凤雏了，嗯，这波吃口屎吧，它太大了。哎，其实这波呀，我们也可以去中路杀一波试试看，勾引一波，来勾引一波，勾引一波，勾引一波呀！你让他上当快，这鳄鱼明显不知道我在中，说明左边没眼啊。从鳄鱼的这个动向，我们就可以分析出来。中路到底有没有眼儿？我连个助攻都没有，我是你哥。我操！哎呀，还给我抢车！你连个助攻都不给我，我还不吃你个车？先吃他一层塔皮，1425。没闪现啊，这波我们不推，把它放出来。可不太好杀呀。老鳄鱼可挺猥琐呀。嗯，不好杀。硬杀可能会出事儿。现在该我了。锤一波得了，回家了，出个破败去。
看他回不回家啊？回家就吃他塔皮。他回家，我们就吃他塔皮。这不越了，越不了，他有大，不好越。拜拜！生气了，鳄鱼！哎呦，鳄鱼，生气了，鳄鱼！那不能让你拿了啊！这塔皮指定不能给你。我都不开，你再装逼，啊，你再装逼，我也在装，还是长本事了是吧？啊，个老鳄鱼，还敢压上我了？连个E的闪现都没有，还在这还削钢。这不是炸弧，这炸弧啥呀？我刚才开 E 他必中，他一没闪，他二没 E 的，肯定中啊！这有什么炸弧的？哎呀，你居然能说出来我炸弧，兄弟！那我说实话，你的水平不太行啊。嗯，皎月是吧？我有跳弹，你有吗？哎，完了。要插眼了，可恶的皎月！哎，我直接来个三项吧，三项挺贵的，而且小件也不厉害。塔皮还得被吃，哎，吃不了几层，没事，马上没了。那皎月赶上我们一波很正常，毕竟我们也去了一波种族，礼尚往来一波。那我这得回礼呀、啊，我这要是不回礼，显得我这人呢不太行，你知道吗？我必须得回点礼了，小伙子，你等我把这上塔拆了的啊！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你俩能打过我吗？闹呢？玩呢？来呀、啊！哎，对，那这上啊！你挺厉害呀、啊。行啊，小伙子，换我没关系。你这波把闪交了，是你最错误的选择，小伙子。我来个布甲孩吧，
不得，我来个水银骸吧。护甲骸也就多了20点护甲，没多多少。我们来个魔抗骸，还能多25点魔抗。谁 K 林斯伯瑞了？维鲁斯。哪来个剑圣？杀了！哎，开个 E 好了，人家不用 E 就能杀了呢。算了吧，那杀个皎月吧，都。啊，俺俩指定是没完，小伙子，肯定是完不了了。小龙肯定是能拿下来的啊，因为剑圣他没有大。要不要买个眼儿呢？不买了，算了，无所谓啊。这么换血亏，亏吗？我是武器大师，有啥亏的呀？我要是个淬神，我跟他换了，你说血亏，这倒还行。你干啥呢？这是你能来的地方啊？啊？这是你能来的地方吗，小伙子？你们干啥呢？杀我闪现斗，放扣来！剑圣是真不怕死。杀他们家辅助，我就把红打了去。耶，没有红。皎月呢？给我出来了。皎月没敢出来，那我们杀个维鲁斯先。好，皎月出来了，给我干他来。你往哪走？啊，你能往哪走？你说你非得信他，你干啥呢？啥意思啊？要打跳弹？谁也别想打跳弹，大龙我都不打了。今天不让这皎月啊，只值个100块钱，俺们就不叫蓝烈汉。敢干克我？站着吗？
重锤，鳄鱼往哪走？跳锤，重锤，重锤，锤锤，重重锤跳 A， 打个男 buff 都。什么意思？这叫绝，交闪现。你会为你的闪现而付出代价，回家。先来个这个，我们再出一个蟹手。先出个死亡之舞。三项了，不能吸蓝刀，可以吸蓝刀啊！三项，为什么抽我？说说为什么抽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还抠，还敢抠？你再 A 我一下，我看谁敢跟我，啊？好小子，敢 A 我啊？好小，好鳄鱼，老鳄鱼，呀！我被蓝枪的烟雾弹给砸死了。刚才如果是布甲还应该是活了，人家点小兵来着，本来没点着，点着防御塔了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2000块钱，差200块钱。为什么我觉得这种饮血剑盾弓的蓝枪不厉害呀？我还是觉得星石收集者的厉害。比赛都不出，都出那饮血剑。对，也没伤害呀，感觉哪有虚区啊。